本期讲解一个小红书蓝海项目，零门槛高回报，每月稳定赚7000以上的一个项目啊。说实话这个种方法非常 low 啊，但是真正的赚钱。原理就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八卦的心理，看到图片就想进来看看。作者很高明，在笔记末尾添加测试选项，比如在评论区留言测试选项，又或者通过投票参与测试，到了变现就不是问题啊。小红书是女性渠道，所以笔记想要爆要用心钻研。跟着包括项目介绍啊，我们来看一下项目介绍、项目准备、项目的实操、收益变现啊，都详细的讲解。这是收益图啊，还有这个需要的工具箱啊，工具哪些工具也有截图，也有提示啊，也有下载地方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小红书蓝海项目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